玩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外星神明入侵地球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？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款 Matterfall 世界，居然是被外星的洪水机给入侵了。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一起来看看吧。由 Housemark 所推出的最新 PS 游戏 Matterfall 日前推出了首部游戏宣传影片，和之前几部游戏相比， Matterfall 又将水准提高了不少。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近代未来，主角身穿高科技装甲来对抗外星入侵的红色水晶体，这些晶体不但可以化为人形，也可以附着在不同物体上，而主角则能操控机械左背上的晶体并化为不同武器来进行作战。整场外星晶体被轰炸碎裂的画面看起来格外的有爽快感。 Matterfall 预计将在 PS 上独占推出，有兴趣玩家们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后续报道哦。